大典进行第二项进献画栏，请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齐聚春先生、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先生、河南省人民政府代省长王凯先生进献画栏。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刘军川先生、中华全国贵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隋军先生、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义洲先生、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顾伯平先生进献画栏。
秦中共河南省委常委，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先生，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侯红女士，郑州市政协主席张延民先生，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春阳先生，中共新郑市委书记马志鹏先生，新郑市人民政府市长马宏伟先生，新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杰先生，新郑市政协主席李自强先生，进献画栏。请少年儿童代表和社会各界优秀中华儿女代表进献闲话。有请少年儿童代表和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宋瑞，全国抗击疫情先进个人乔武莹，党的十九大代表薛荣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雪梅，全国政协委员黄改荣，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张金良，中宣部最美志愿者陈小兵，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亚平，革命老区大别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曾凡军，济宁市政协主席张继民，新疆呼图壁县第四中学教师穆哈买提·图尔逊，河南省姓氏研究会副会长林坚，敬献鲜花。